好水吃好欢乐。你要换这个，还可以继续选。你这次要把分换完了，你下学期不在这里读书啦。为什么？你要上小学啦。今天是积分兑换日，全部换完呀？对，要把你的分全部换完。换完，我也要全换完。大丰收哦！啊，我说你和哥哥今天大丰收哦，换了一堆。你和哥哥今天大丰收哦，你的玩具呢？反正我拿过来了。你怎么把衣服都翻出来了？因为还有一个。我看一下这个机器是长啥样的。拼完一个再拆另外一个啊，你不要一股脑全部都拆完了。这机器枪哦。大奖就是黄金箱，我抽的是机器箱和这个。你没猜出黄金呀、黄金，机器、你才猜出绿色的呀。机器啊，大哥还有黄色的。拆出来的垃圾丢垃圾桶。我看看你，你要不要试试看你的家？肯定有黄金。那种好的玩具你们都不换，专门换这种不值钱的。我说那种好的大大的那种玩具你们都不喜欢，总喜欢这种不值钱的便宜货。那些也不值钱。我抽到了一只鸡，我抽到了一个这个黄金吗？不是，任务啊。俊俊，你不猜你这个里面有什么？哦，隐藏，隐藏了，隐藏小怪兽。我看看另外一个是什么，像拆盲盒一样是吗？嗯。对，奥特曼，他一家一捆，一捆奥特曼，也是隐藏款。是呀。不是全部都是隐藏了，哎，赛罗。这个是不是晚上会发光的夜光？好像是夜光。你不是隐藏款，你又隐藏。你给我说一下。今天七点钟要去上那个书法课的结业课啊。兑换积分，今天又得兑换积分。